达世界最高楼观景台。他们应该是台北最高山水，台山老天宫来的。这里人员这么温柔，却温柔的介绍每个受过同情的受难者的一切。在这里，看前方两个人也是面对龙山生物。各位贵宾，美金到达八十九楼，谢谢。Have you considered my decision? Good day, good night. Please have a good day.